你好哥，来看车的吗？你叫谁哥？你看见比我老的话，你叫我哥，你想占我便宜啊？不不不，其实走开。我看要走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跟顾客说话的？本来就是啊，今天开学第一天，他不到大学报道，跑到我们 4S 店来干嘛？什么开学？什么报道？哎呀，其实我就是上学路上不方便，所以想买辆车。先说一下这辆车吧。这辆车不卖。因为这辆车太会引起女生的注目了，开这辆车出去会导致你桃花泛滥，从而影响你的学业。我们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你放心，他开什么车啊，都不会桃花泛滥的。我的意思，他买这辆车啊，就是为了专心学习的，怎么可能沾着桃花呢？不早说，如果想一个人安静的学习，是可以选择这辆车，因为车上内置很多学习资料，我可以给你看看。这就不用了，还是带我看看配置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点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